好啦，跟住呢条啦，咁咧佢就话 O 系 center 啦，然之后 ABO 咧就系 ABO 系36度，另外就 BOC 就系164度，咁就系呢边呢只噶啦，唔系反角嗰边啦，就叫我哋揾 ACO。好，咁就第一样嘢 angle 嘅 center，trace angle 嘅 circumference，所以呢个系82度。咁另外啦，呢一度反角。呢边系164度嘅，咁360度减咧就变咗做196度。咁 ABOC 其实系一个四边形嚟噶嘛，even 佢有一个系反角都好啦，咁佢都系一个四边形嚟嘅。四边形嘅内角和就系360度啊。咁我哋可以用翻 angle sum of polygon 嚟帮手去揾翻剩翻嗰只角系几多。咁咧就360度啦，减翻196度，减82度，减36度，所以剩翻嗰只角咧。即係46度啦，咁就做完啦。